你火势比较弱大，那你转小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赫。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，然后我能回到澎湖，因为前几年的工作比较忙的关系都没有回来，所以今年回来我特地想了一个 idea， 要给他一个惊喜，就是亲手下厨弄做好料给他吃。所以我们今天一早特地来到这个，我们在台北就跟这间高级餐厅预定好一些高级料理，也就是板豆以上的等级，是一整套的澎湖生猛海鲜。然后我们赶紧在我妈中午下班前弄出一桌好料来吧 ，Let's go。好，我们正式收集完我们的澎湖豪华海鲜的素材，总共素材总共花了6180块。看看我们6000多块的生猛海鲜，可以变出一桌什么好料理给我妈吃吧 ？Let's go！ 哦，这边就是我们今天母亲节大餐的食材，应该都解冻完成了。我们要先蒸什么？感觉龙虾最久，先蒸龙虾好了。我爆蛋哎，这蛋可以吃吗？我稍微 Google 一下，他说蒸的时候要一直加水，饺子蒸干了就要加。我现在来弄鲍鱼，这洗，这应该不用再洗了吧？已经泡过水了，再冲一下啊。这个鲍鱼我也有上网查了一下，蚝油炒鲍鱼，再加点九层塔，现在弄上来。哎，不会帮忙？你会不会？我会。我小时候看妈妈敲锅，我上次进厨房好像是我小的时候，那时候妈妈都会叫我们进来煎香肠进去。然后你好像不会进来，我没有印象你有在厨房过。我也没印象你有进来帮忙。有，我会帮妈妈煎香肠，然后煎一煎，切一切，在那偷吃，不知道这样敲。哇！哇！哇！我们三颗炒那个鲍鱼，你刚那一块是没有冲水啊？不常冲水，这块要冲水。算了，吃肚子都一样。是这样剥没错吧？敲碎再剥。你这样好像有点没劲。你那一颗皮没剥干净哎。可是吃点皮不会怎么样吗？不是说大蒜皮不错吗？真的吗？就忘记洗手。好需要你洗手。那我先弄鲍鱼好了。蚝油。等一下，你要先等它水干的呀，你不能直接加。好，我先把它敲碎。要洗，要洗。刀。对。哇，这也不水。直接下去爆香。可是，你的那个铲子嘞？没有铲子在这边。我觉得要先加油，再加蒜。你确定？对。天哪！我是在搞破坏。哦，好不容易弄成这样。呀，它会掉片哎！是要加水啊？怎么办？火小一点，再加水。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算起来，右手拿铲，左手加水。这听说是澎湖当季最名贵的鲍鱼，大鲍鱼。希望我不会浪费了他们的铲子。还是要焖起来？哦，再加一点水，再盖。英雄直接绿，没有锅盖。有那个底下。天哪！他蛋都跑出来了，他摔倒了。那兄弟，我扶你，摔下去，他两个一起摔下去，为什么？
一屁股坐到锅底去了。再蒸一下。其实我好像没做什么，已经满头大汗了。不然换你炒，我帮你。不要。妈妈是一起的，凭什么都我在忙？你也知道今天煮哎。哇！有时候到底要翻哪一面啊？这应该往下、啊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吃了就知道了，等一下吃了就知道，这颗感觉熟啦，这颗刚往下的感觉就熟了。等一下，再你看一下那龙虾，哎，你担心吗？对，不然直接起锅啦。听说要看它的肚子，可是我又没有夹，有没有夹子？看肚子就看一下，说要看肚子，哎，很顽固。有看到肚子了，怎么样？肚子怎样？是肚子还行吗？看起来像是熟的，好像还没。他说肚子长这样是熟的。他没有跟我讲，他只跟我说要看肚子，好像还黑黑的。要不然再蒸一下，稳一点，我会等他吃到半生熟的。一心不秒啊！妈妈辛苦，你看妈妈。要不要帮妈妈装一台冷气？有啊，我妈妈那是反的，反的，有啊，鲍鱼应该可以吃生的吧？半生熟，我是没吃过啊，真的很香哎，这鲍鱼我快受不了了，我怎么知道鲍鱼有没有熟？不然你切一点肉来吃吃看，好聪明，直接捞一颗钱吃。直接把它挖起来，你要试试看看吗？哎、欸，不要。我要把它肚子挖破来，我觉得还没。我觉得我要把它放回去，肚子还有点软软的。它如果熟了，应该是脆脆的。结果我发现，你菜最多时间根本都在等它熟。好热啊！肚子好饿，肚子好饿。哇！哎、欸，我突然干掉了，我突然干了，诸葛亮。完了，他刚刚不然是一堆水吗？本来天哪、啊，九层塔不是这时候下吧？很怪哎，是要起锅前才下。我要起锅啦！哦，怎么？肚子才过一下，拿起来就干掉了。他刚才一堆水，这他好像是熟了，他整个鲍鱼都掉下来。好，第一道料理，蚝油、大蒜、鲍鱼佐九层塔。我觉得它一点都很好吃，我刚刚把它炒到都干了，还带一点焦味，嗯，完美。鲍鱼外露，这可能啊，这空口就丢掉了。这酱汁到底能不能吃啊？我们的第一道料理，一起端出去，用水冲一冲就好了。你妈来煎鱼。鱼要怎么煎啊？普通的油吧。确定，鱼本身就有油了，或者直接煎水，我们来加一点酱油。啊，鱼是不是加酱油就可以煎了？应该不用加其他。可是酱油不能一开始就加，很容易焦焦的。我帮你说，讲的好像你有煎过一样。我有煎过、啊。所以要加油吗？到底？一点点油啊，可是你还是要等那个水干掉。好，哎、欸，你这么会煮，为什么你要拿水机？等一下，你要先等水干掉。要等没泡泡，不然会喷。好像是小时候很难被喷到，感觉一点点不够。我相信这块土托鱼的本质。这块土托鱼油亮亮的，还会反光。你刚才没吸收。啊？有为什么？哇，粘住了，狡辩啊！那当然，这个是不粘锅哎。怎么办？阿哥，我移不动啊。等一下，你等它表面粉，你火不要那么大，火甩小一点。你不要使唤金大厨。看一下这龙虾兄弟，我就可以了啦，没道理蒸那么久，还没好，它水都快蒸干了。但是这龙虾我的盘子啊，你要拿一块大一点的，必须。你怕烫吗？怕。尾巴，那怎么办？有没有手套？知道。
这个感觉我们要你抹布要干嘛？我们要再钓鱼。可是你抹布有洗吗？你干嘛要抹布抓龙虾？这壳没吗？不要，要吃壳，很脏哎。干，那我要怎么回答大家？弟弟，你至少抹布要洗吧。我洗过了，可以了吧？我先抓一只下来，看看到底熟了没。还没你确定？对，太黏的。其实它也不用加酱油就有味道了。真的吗？它应该有，你刚刚有用盐巴。刚黏住了，我没有用盐巴。那我现在撒 ，Natural Salt， 自然盐。放味太多。好了。那里面没有。确定这是正常的吗？要不然痛吗？这是很黏住了。我都奇奇怪怪，你还不相信我？哦，可以了。你看，干嘛？就说了，它很干。我要拯救弟弟，等下叫妈妈吃一点就好。一定是你刚刚好油没有洗干净。酱油哎，怎么办？快要毁了，我的孝心就随着那些操搭一起不见了。哎，这个不是酱油吧？天啊！这个就是这么黏，这是要自己调。对啊，这要加水再去调。这个是浓缩酱油，我看出来了。这圈小啊！我觉得你只是用酱油掩盖烧焦。我才没有，我等会跟妈妈说吃这一面就好，就是煎两面就可以了，就可以起来了。中间还没熟吧？没那么快。意思是我们这边还要再煎，什么温香，这很美味。我们现在用浓缸，应该是需要去扒开的吧？水用的，我可以冲水吗？我等下凉一点再拿。你觉得你需要去加水吗？不是，不用太多，可是不用加水啊，我煎没有这样。只是我的问题啊，我觉得是你刚刚没有洗干净，所以那个很容易就烧焦了。这好像是刚刚蚝油，对，蚝油烧焦。等下这个鱼我们放里面自己吃啊，不要自己丢。哎，那你另外一个碗是可以用虾子的？没有，虾子是要放外面烤，放外面烤的。那这龙虾我觉得我处理不了，我总不能整只拿出去吧？出来，我再找一块布，再一块布我就可以自裁了。在帮龙虾洗澡，被你用得很恶心。哪有啊？很棒，很好吃，要不要吃？不要。你不吃吗？不要。真好吃。我感受到我的专业。我只看你手在抖。不怕切到自己吗？生。打开！怎样？我成功了。好，再拔一次就可以摆盘了。哇，它这个高，你看这个高，哇操！留给爸爸。这个头留给爸爸。啊！怎么都抓出来？这样看起来好恶哦。看起来好像拉稀。从背锅往这土爬锅呀，把肚子切开。然后从他的背拔出，我觉得我可以成为龙虾。我觉得我可以成为龙虾大师。你刚刚说这叫摆盘哦？啊，不是哦，等下切一下，不然怎么九月想？我跟神一样。哎，这尾巴还可以拨哎，还能拨哎，直接扯到底，哇 ，perfect。切薄一点感觉比较有艺术感。龙虾肉片，有人这样吃龙虾的吗？这样比较好，你可以 挑一根垃圾肠子出来。哎，这块妈妈的，这块爸爸的，把这个死水遮住。
其实我蛮有天分的。把黄抱走。看一下。看一下它，这就是最后一面了。我把它放在这里。要拿出去丢人现眼。Something to hold on to, gotta find it first. But here I am, 'cause I've been laying under palm trees, waiting for the summer, knowing there's nowhere to go. 'Cause I am happy on this island, wanna be my fun land. I don't ever want to leave.嫁不啊？好。那、啊、你怎么没问多少钱？你平常不是最爱问？对啊。不贵不贵，上贵的是恁囝这双手来主家。你几岁？两岁。两岁哦，要不要比一下？两岁。现在贵贵的都是战争国哈、哦。没有，其实没有很乱、啊。